慎重，说你骗钱有何居心？居然被发现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想拿回银子先打赢了小爷再说。天化日欺负人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位天香师姐，此人是个骗子。你骗他？他骗你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两位先慢慢聊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若不是骗子，他跑什么？他跑什么？我去追上他，问问清楚。站住！哼，想追上小爷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你来追我呀！嘿、hey, 小爷我就先走一步喽。哎呦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拦小爷的路？看你追得辛苦，我替你留人，举手之劳而已，少侠不必多谢。你是唐门的人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帮他抓我干嘛？时也运也命也，只能怪你倒霉啊。在下唐门唐青团，唐门青字辈，靠谱。小丐帮，你为什么骗人啊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，钱已经没了，要打要骂你们处置吧。小宝哥哥，那边怎么有个小乞丐？先过去看看再说。小宝哥哥，俺娘饿得喘不上气，他让俺来问问今天大夫会不会来，还有又有几个人发高烧了。小宝哥，今天的钱算我问你们借的行不？乞丐窝里不少人染了食疫，没钱抓药，等我安顿好了他们，银子你拿去吧。婉儿，这些钱算我向你借的。算我的，快去买食物请大夫吧。我是天香弟子，我能看病，不用请大夫了，我跟你去。我包了淼淼客栈一进小院，空了许多房间，把病人抬去我那里休养吧。
你们几位的侠义心肠，我胡小宝终身难忘。这胡小宝倒也有一番侠义心肠，劫富济贫，只能算是一般的侠义心肠。盛世之下竟有恶嫖，民不聊生，乃是朝廷之。姑娘何必伤感？世上若无不平之事，八荒弟子又去哪儿行侠仗义呢？难得遇到与我观念一致之人，看少侠也是八荒弟子，不如我们二人到那边切磋一番，以便增进各自武艺，如何？堂兄经常与别人切磋武艺吗？当然不会，我只与合乎我意之人切磋较量。如此说来，在下受堂兄之邀，自应感到庆幸了。我看人一向很准，少侠虽是初涉江湖，日后却定会大有作为。武艺切磋点到为止，少侠请。少侠加油。少侠好身手。少侠的武学功底果然扎实，若能勤练，必可变得更强。堂兄过奖了，我也想变得更强，可不知有何诀窍？诀窍嘛，的确有两个。少侠聪慧，thank you.
长磨自有利剑，勤学技艺可成，这两件事我记住了。呵呵，将还有一事，刚多谢你了。我先回去看看，记得哦，我住在淼淼客栈，可以随时来找我聊天。刚才有人托我给你们带个话，说他在码头等你。那个人姓唐，具体叫什么名字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长相十分儒雅，谈吐也别有气质，可是个大人物哦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距码头有段距离，少侠要备好马匹哦。这样吧，我让我的小灰马带你去。这小灰马？可这毕竟是你的马。是啊，就是我身旁的这匹小灰马，它认路可准着呢。八荒之内，同气连枝，只要你好好对小灰，送你又何妨呢？好吧，那就谢谢师妹了。没想到那个神刀的小师妹竟还卖了个关子。对了，婉儿姑娘可知道谁会在码头等我们？一时还想不起来，不过此地离码头还不算远，我们骑马一会儿便到，到时自会知晓。嗯，这小灰马感觉还不错。那个神刀的小师妹还真会替人着想，不仅帮人传话，还要送人马匹。日后再见到她，定要请她大吃一顿。那到时可要叫上我，码头就在前面，我们快到了。
公开公开，你们不知道这壶我们包了吗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无边风月岂有主人，有死你们！手下败将还敢来？首领，在酒楼就是他们，他们对公主不敬。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是，弟兄们上。有点本事，看来本座要亲自会会你们了。莫多纠缠，谨遵公主懿旨，众人撤。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个女子难道是辽邦皇族第一高手耶律兰？一个使团中竟有如此高手，居心何在？怕是和凌音楼知会有关了。少侠，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上。那边有船过来了。